当中啊，神田昭子出场。妈，我以后要拎好多好多好多金牌送俾你。因为是脑痉挛的问题，在他这个年纪还未适行，我相信他可以行到的机会都很微。望阿妈 ，set go。我是香港伤残田径队的方 Sir， 我想邀请你的仔跟我哋田径队集训。我想跑得快啲。冇惊，惊就咩都输晒噶啦。有得跑就痛快咁跑，得唔得？得唔得？喂，跑快啲！阿妈同你冲过十五秒。十几年嚟，你攞咗好多好多嘅金牌。我同我自己讲，我个仔系个天才，我个仔系一个唔普通嘅人。但系你跑埋呢一届，你仲可以跑咩？好快冇人记得边个系苏华伟噶啦。真的不跑了？我而家都不是运动员了，我而家是速递员嘛。我回去跑步的话，每个月政府津贴都3000蚊噶。喂啊，你走得比人慢咩？但系跑得比人快。向前跑啊！我住终点向前跑啊！阿妈望住你噶嘛。我知道我一起步慢，但呢个就系点解我要继续去冲、继续去追嘅原因，同我条命一样，我就系要喺后面追上嚟。输在起跑线唔紧要啊，最紧要知道终点喺边。